日前电影《海贼鬼怪奇志》的演员们江河娜、安孝周、李光洙、XO 世勋等九人出演戴伦子的家特别片借给你戴伦子的家，早先公开的预告中，直接来借戴伦子的家的客人们看到什么东西都很兴奋，还可以看到李光洙和江河娜为了搭遮雨棚拼命的样子。近日释出新的预告，由于什么事情都必须自己来，可以看见他们搭起来的棚子似乎有点奇怪，就连只要灌进风的空气沙发也不知道遇到什么困难冲不起来。李光洙还用嘴巴吹气，最后李光洙直接打给主人陈东义，结果陈东义对他说，不是告诉你别再打电话了。短短预告就让人觉得相当好笑，让人期待播出的那一天。